你要是再这么不听话的话，我就给你干妈打电话，让她给你布置好多好多作业，作业做完给松开。你别吓唬我，我进去就出不来了，你好可怕。晨晨，你别紧张，阿姨啊，就是看起来可怕，她其实很善良的。什么？我看起来可怕？松茸，松开。你以为你姐姐几两重啊？要是按斤卖的话，你妹妹都比你肉多值钱。松手，哥哥怎么办？你还要卖我妹妹？松开。大。说好了，要卖出来，我不许动我妹妹。这才听话呢，走。卖你了，不卖你了，走，不卖了。那童总，我就先走了，他们辛苦你了。好。哥叔叔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没人保护我们，我们兄妹俩就完了。宋星辰，你够了啊！我能吃了你们俩呀？你看他还要吃了我们，吃了我金小姐，这里都是我和浩宇的回忆，你确定要参与吗？回忆是过去，但有很多事都回不去了。我知道这只是为了节目需求，所以我想参与。但是那些回忆始终停留在某个重要的时间段里，当初你没有出现，现在却想陪我们一起重温，不多余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。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，你不用了解。我也挺想了解一下浩宇的过去的，而且我知道时间是一剂霸道的良药，如果能帮他带走该带走的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。齐思乐，你就这么自信，你敢赌吗？金小姐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我不需要的。再见。师哥来吧。没意思，还不如找小师妹花前月下呢。小陈，换你了。师哥，嗯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小陈，我今天忘记给你准备礼物了。没关系，那这把我要给你读点东西。好啊。浩宇。真不赖啊！因为我爸爸在台球厅工作，所以我从小就打台球。怕不怕？嚯，还挺有冠军的架势啊！真的？嗯。
师哥，虽然今天不是我生日，但你敢不敢再跟我赌些什么？师妹，你就剩下一个黑八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如果这把你赢了，你想要什么？那我要是把他打进去了，师哥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师哥做我男朋友。你不说话就当你同意了。K 的状况不对啊，手一直在发抖啊。别赌了。导演，今天就录到这吧。好，那今天到这收工。谢谢谢谢。浩宇。嗯，没事，走吧。喂，阿来，你马上来接我。对，现在立刻马上。以我的经验，这个女人不可能会帮妈妈照顾我们的，妈妈太单纯，和她开久一点，不是很可怕了？你不懂。如何与五岁熊孩子和谐相处，分享美食，主动发生身体接触，一起玩耍。怎么，你也很怕我呀？没有没有，刚才只是为了哄小朋友。啊，下班了还用保冷板看孩子，真够悲催的。没时间谈恋爱吧？不想，不是，没时间。真够无聊的。哥哥，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。不，你不饿。可我饿的呀。坚持一下，等妈妈来。真麻烦。想吃吗？别吃。好不好吃啊？谢谢姨。小朋友呢要学会分享，所以这个能不能分享给阿姨吃一口呢？好呀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的泡芙。这个是。家里只有紫甘蓝了。尝尝吧。我还是等一下，看你还活着我再吃。臭小子，给你们做饭还嫌弃？好喝。萱萱，好吃吗？我妈妈做的好吃。算你有眼光。
吃啊。童总辛苦了。童总，小朋友是不是很可爱啊？齐思乐，哎，为了你，我又花钱冠名，又帮你带这俩熊孩子，你下半辈子就算给我当牛做马伺候，我也还不清这个债。辛苦了，童总，赶紧走，别让我看到你们一家四口，还有你，走。